本来送植物园，这里现在有查汽车票的，查这个公交票的。远处过来一辆 QQ44。他只查下车的，不查，不去车上查。哦，对面那两个阿米哥好像没有票。要给他记他的名字，然后给他一张纸让他填。旁边有一个戴白帽子的，已经拿了一张纸在填东西了。就是这个白帽子，他在写东西了，已经。看他拿了一张纸，他们两个是逃票的。现在那个工作人员在记他的名字、生日，然后让他填表。这边还有一个。应该是有一个工作人员上去查的。哦，那一个好像也没有，也在登记，好像也是没有票。他们拿了一张白色的纸，那个纸要填他们的，应该是填他们的信息。这个就是逃票的。有什么情况？哎呦，这几个人全是逃票的，这样吗？这几个人一个人都没走啊！哎呦，这样的话，他们可能看到有工作人员在这儿，他们没买票的可能就不敢下车了。可能这是原因之一吧。又来一辆。哎，没人敢下车了。要上去查吗？他们是有工作人员上车查票的，刚才我有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从车上看到绑匪逃下来，每个人都要，哎呀呀，那个人要强行走，强行走。这些没买票的乘机都跑下来了，都跑下来，刚才过来有个十几二十个人，至少十几个人都跑下来了。